浅浅的故地重游了一下，发现小朋友们的想象力还是非常不错的。我现在可以给大家一一的介绍一下，从这可以看出小朋友们向往自由的那颗心和对生活放荡不羁、爱自由的那种态度，非常 respect。叶斌，这是不是之前张泽宇那个？那可以看出小朋友们对动物的悉心照料。那就咱说说别的。首先呢，达斯维达和天行者还在，说明了小朋友们还是非常爱护、爱惜公共财物的。然后没看到有工具箱、有数学作业，说明他们热爱创造、热爱逻辑学，也是非常不错的。然后再看这个房间的布局，可以看出这间房子可以容纳下至少，再怎么说也能坐下八个人，总之。这表达了小朋友们对空间布置的天分。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，你们玩，你们玩，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。年轻人的活泼和对生活的热爱，谢谢。是马上又要返京了吗？看一下你周围还有，哟，没想到还有他在呢。长颈好放这儿了，那就再准备一个和这个地方说声拜拜了，拜拜。